薇娅姬那个第五年双十一，每年机制都是不太一样的。从最开始的话，付定金到11月11号付尾款，到现在付定金到11月1号付尾款。双十一又到了，李佳琦和薇娅可以说是直播界的龙头。直播中的薇娅状态十分不错，但下播后素颜状态的她却被质疑和直播时不是同一个人。网友吐槽到有种整容叫薇娅卸妆。之前薇娅在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里曝光过自己的素颜，这东西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这个时候弄得很清楚。因为他买你东西的话属于带着信任，可以看出素颜的薇娅略显憔悴，毕竟因为工作经常熬夜，皮肤状态不好也是正常的。薇娅在纪录片里也调侃自己过的是国外时间，我过的是那种国外时间，可能会理解一点，但也不完全是，开玩笑是怎么讲。薇娅真的是女强人了，工作时非常严肃。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反复出现，我就是搞不懂，我已经N 多次了，为什么是预售干嘛写现货？你们更喜欢李佳琦还是薇娅呢？